大家好，我是宇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课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几支试卷共笔制作懒人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受限于我自己的经验，我虽然有开过几次这种线上的即时共笔，然后也有参与过几次，但是我并没有参加过所有的，那也可能会有很多的可能性我没有挖掘到，所以呢，我的经验未必可以完整的呈现所有可能，那大家可以站在我的经验上再去构想或发想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做法。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宇昌，是自由软体工作者跟公民记者，那我也是长期的居零 V 参与者。那这样的一个即时共笔为什么会需要呢？其实是因为当我们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相关的资讯它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很多时候呢其实是需要做会诊的。那最重要的目标其实是我们希望能够让需要资讯的人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相关的资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问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是谁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资讯呢？那这边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向哈。像第一个是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这种经验，就是当地震或者是风灾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事情很严重，我们不知道当地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会很焦虑，我们会不断的滑着手机看着最新的新闻。那这个时候这些焦虑的心情呢，其实如果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来帮助到他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化解我们的焦虑，进一步把我们的焦虑化成进一步的行动，去帮助到真的需要帮忙的人。而当地或受到影响的人，其实这些真正需要的人呢，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线上共笔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这个资讯。那再来呢，有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如果不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去查，我们会去找。但如果我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卡在那里了。那很多时候人跟人沟通问题也常常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有个共笔帮助大家厘清或看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进一步去把这个事情补充回来，其实就可以帮助到大家有一致的一个看法跟想法，那进一步也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沟通。那最后呢，透过共笔呢，我们可以去厘清真正的问题所在，并且找到下一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整理心法。那我会推荐大家使用5W1H 的方式来做整理，这其实也是新闻写作的常见方法。那这五个 W 呢，其实就是 When、Where、Who、What、Why。那以及一个大 H 是 how， 那 when 就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整理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就要先了解跟确认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它可能会持续多久。那随着这个时间持续的长短，有时候这个共笔它可能写的方向会不一样。如果是时间短的，比如说如果是地震，可能是36小时的黄金救援时期，那顶多一个礼拜左右。那如果是风灾，那大概也是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可是如果是 COVID-19 那可能是几个星期，甚至是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你就要预想，那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扩充，那这个规划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Where 是说它在什么地方发生，进一步也是它影响的范围有多大。那随着这个 Where 有多大，其实有时候整理的资料量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如果只是单纯一个地区，比如说是高雄，那也许量会比较少，但如果是影响到更大范围的话，这个会可能就要多想想。那 who 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会受到影响，那有时候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直接的受伤者，有的人可能是住在附近受到影响的人等等，或者是想要当志工想要行动的人，不一而足。那 what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 why为什么事情会发生？那了解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去避免未来继续发生，或者是说在这个灾难的发生的过程中，会不会进一步使参与的人还继续受到伤害。好，这是最后了解这些以后，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行动，怎么去帮助到那些人。那
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首先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毕竟我们是在整理资讯，帮助大家了解状况，而不是整理各种不同的来路不平的谣言，把这个共笔变成谣言的大本营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确保这个资讯来源是正确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会建议大家优先可以先收集，第一个是政府官方的公告，然后呢新闻的资讯呢也可以优先。好像新闻，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新闻记者一般是有这个新闻伦理的，所以他在这个新闻的撰写上呢，其实是相对来说他会去做查证，那相关的资讯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呢，这个有的新闻呢可能会比其他新闻更适合。举例来说，像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新闻呢会从中央社新闻来做改写。那么这个在我们放新闻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以中央社新闻为优先，先放这个最原始的新闻这样子。那再来呢，当然会有一些资讯呢是由这个网友来做回报，那我们需要提醒他们要确认这个讯息是真的，或者是有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做相关的确认，以避免说回报了错误的讯息放在上面造成更多不必要的困扰。再来呢，我觉得要提醒的是，我们这个共笔的重点是在提供资讯，不是造成恐慌哦。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时候一开始会觉得说啊，这个资讯是越多越好哦，但我觉得有时候未必是如此哦。举例来说，在 COVID-19 的期间呢，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人都在整理这个确诊者的相关的足迹哦。那事实上，其实这个确诊者的足迹，当然这个确诊者足迹一开始对大家可能是重要的，可是我们政府知道确诊者足迹之后呢，其实呢他很快的政府也会过去做消毒，那之后在过去其实你受到影响的机会不大，你受到感染机会不大，但是呢这个资讯如果一直不断的留在共笔上面有的人检索到了可能就不敢靠近那个地方，或不敢去那附近的店家做消费，反而对当地的这个店家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切记我们是在提供资讯，希望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那如果相关的资讯得到帮助不大，反而会造成恐慌的话，那我们其实应该要好好的衡量一下。那进一步其实我们也可以跟 G0V 频道上面的朋友来做讨论，大家确认一下这样的资讯该怎么样去做处理会比较好。好，并不是所有资讯都开放就是好的，我们一定要去思考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那再来，其实有许多的好用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做这个共笔，这边有一些简单的整理。那共笔的部分呢，其实一般来说Google Document 跟 Google Spreadsheet 这个应该是大家很常用的一个工具，那这边就不赘述。那 HackMD 也是一个好用的共笔，但 HackMD 更好用的是在页面的整合部分，HackMD 的 Book Mode 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把许多的共笔依据类别整理在一起。那在这个过程中呢HackMD 其实有两个站，一个是 HackMD.io， 另外一个是 G0V.HackMD.io。 那我们会推荐大家多使用G0V.HackMD.io， 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以前其实有一个好用的共笔工具叫 HackPad， 但 HackPad 在这个他们公司收掉以后呢，他们这个相关上面的资料就都不见了那虽然有一段一定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去抢救但很多人漏掉了，没有抢救就真的完全不见了所以我们会现在都会推荐大家多使用社群维护的版本避免这个公司因为什么事情呢收掉了，反而导致大家的资料都不见了。那再来是地图的资讯那地图资讯其实我们会推荐大家可以使用 Google Map 来做的标注，那 UMap 也是另外一个工具，但我个人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摸摸看。那在地点通报与上传的部分呢，可以使用群众标注那这个服务呢可以帮助大家拿起手机就可以对现场做一些拍照，然后再由后端的来做相应的这个标注。那再来是工作频道的部分，工作频道的部分呢欢迎大家可以使用 G0V 的 Slack 或者是 FB 的社团来做工作频道。那资讯的传播的部分呢因为你做了共笔之后呢我们会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可以影响，所以我们就会
可以使用 PPT 或者是脸书来把相关的资讯传递出去。那如果大家有熟悉的像 Instagram 或 Dcard， 当然也都是可以使用的。那距离云的粉丝页呢，也可以帮忙大家把东西踢出去，然后也可以请大家熟悉的 KOL 来帮忙传播，让更多人收到这个相关的东西。好，那再来呢，在整理的过程中呢，我会推荐大家呢，文字整理一定要先优先哈。先把文字整理好，再来才是现有的工具。那为什么呢？因为文字整理是最快的，相关资讯快速的整理好放上去，才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再来呢，才是现有的工具就是使用像 Google Map 啊，或者相关的东西来做资料整理。那最后呢，心有余力再来写程式，因为写程式通常是最花时间的地方。那虽然写程式有的时候比较可以客制化。但是，这个花的时间值不值得？有时候要见仁见智哈。所以，我们先把文字，先把相关资讯整理好。那真的需要的时候再来写程式，是比较好的一个优先次序。那在共笔的部分呢，这个 Google Document、Google Sheet 这个大家都常用哦，这边就不赘述。HackMD 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明。HackMD 是一个跨平台 Markdown 即时的协作知识库。Markdown 是一种特别的语法，它可以让你使用纯文字的方式呢，写出像这个 Google Document 的一些格式哈。那在这个说明的过程中，我们会说明几个简单的这个语法。那建议你可以打开自己的笔记哈，来练习。你可以点这个距离云点 hackmd.io/new，然后也可以点一下相关的连结，它就会开出一个新的页面。那在这个新的页面里面呢，左边的部分呢，哈。这个地方是输入的区域，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输入语法，那右边这边呢就会显示出相关的这个资讯哈。那这个语法呢其实蛮简单的，首先是大标哦，小标，那大标其实就是一个 hash，然后空格，然后后面加东西就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大标哈。那当然下面画等号也是一个同意的方法哈，但是我觉得 hash 是比较容易的。你可以两个 hash 三个 hash，它就会变成那个第二层或第三阶的这种大标。那有时候我们会需要 list，就是一二三四或者是点点点点这种。那我们可以使用1.空白哦，2.空白。那这个方式就可以让它变成第一项、第二项。那你如果需要无序的话，你就是变成米字号或者是减号空白，它就会变成无序的。那你如果需要它是在阶层下面呢，就是空三个空格再米字号，或者是空三个空格一或二这样子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你会发现只要是数字哦，它就会一二三四这样记下去哦。所以实际的数字是不重要。你看这边我是写一，但这边呈现的是三，只要它是一个数字，其实实际的数字是并不重要的。那再来呢，比较常用的是像插入超连结这个方式。你要用中括号把你要插的文字呢框起来，然后用小括号把你要的这个网址呢写在后面，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超连结。那如果你要插入图片的话呢，就是前面加个惊叹号，这边有一个 ALT 的文字啊，有时候我们也会留空啦，然后后面就放上这个图片的网址，它就会呈现出图片哦。那当然，现在哈，我们很常见是使用YouTube。那 HackMD 的语法其实目前YouTube 的部分呢，这个 Markdown 的语法里面是不支援，但 HackMD 它有特别去支援哦，它是使用大括弧百分比，然后 YouTube 空格，然后后面放上这个影片哦，这个 V 等于这个后面这个就是 video 的 ID 哈，把这个 ID 放进来以后，再空格百分比，再大括弧把它关起来，那就会自动出现这个影片哈，然后在里面。那当然 YouTube 那个地方要开启可以让别人嵌入哦，那如果不能嵌入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能使用。当然，其实它还有更多的不同的语法哈。那这个地方包含文内的格式啊，然后什么的，其实在这个 HackMD 的 Cheat Sheet 里面都有。那欢迎大家在这个地方参照使用。那其他的 Cheat Sheet 我也会附在链接里面。那大家如果一个看不懂哈，或者是觉得这个写得不好，你可以看另外的试试看。那再来就提到 HackMD 的重要功能了，HackMD 的 Bookmode 可以让我们把好多个笔记放在一起了，但它的语法相对来说会稍微复杂一点。其实呢，它的语法最重要就是这一个，它的语法是一个点一个项目的点，
再加上一个框框啊，就是超连结的部分。那这个超连结呢，可以连到其他的 HackMD 或者是网页或者是文件哦，它就会呈现在这个地方，就会变成其中一项。那你只要点过去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文件呢，它就会去做一个切换哦。那最前面的这一个是首页的时候的页面。那接下来呢，你可以使用这个标题的方式去做标注，然后后面呢一项项的把它列下来。好，那如果有时候有些页面它是不让你嵌入的，你如果把它嵌入了以后，它反而没有办法显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 target 等于 blank 哦，这个它可以让我们在点这个连接的时候，它是新开一个网页的，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它哦去看新的网页去看。那再来呢，这个 bookmark 它这个图。这个书本做起来以后呢，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书本它可以被Facebook 或被 Google 正确的收录。那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做 title 跟 image 哦。那在这个 SEO 专门的区段，它必须在最前面的地方先用三个简简简开头，再一个三个简简简来做结尾哈。那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有 title， 有 image， 还有其他像 description 哦，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描述，或者是 text 哦。等等的哦，那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再去看这个 HackMD 相关的文件。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title 跟 image， 因为 image 可以帮助我们在Facebook 或其他地方分享的时候，它会自动带出一个图片哦。所以这个地方会建议大家至少图片要把它补上去，然后让它可以正确的做显示。那显示完了以后，这个我们希望它可以在 Google 的界面被检索，所以你点右上角这个分享这个地方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检索。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修改成好记的一个短网址，帮助大家去做连结。那再来呢，这个地方我们记得要把它改成书本模式，它才会正确的以书本模式来做打开。那权限的部分呢，尽可能让它是所有人可以阅读的。那编辑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哦，有些地方可能你可以控制在自己手上，或者是让已登录的人可以做编辑。那最后呢，这个地方要点公开发表，让 Google 可以检索，让 Google 搜寻得到，那就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那当然 bookmark 变成 bookmark 以后，左边的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做修改呢？在上面其实是有一个笔哦，那你可以点选这个笔，然后右边这边就会跳到编辑的界面，可以在这个里面做修改。修改完了，你只要点左边的这个重新整理的按钮，Bookmark 这边就会去做 reload 的动作。那当然它还有更多不同的做法哦。那这边是这个书本模式的教学，那 HackMD 其实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教学，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再来是地图资讯的部分。那地图资讯其实是蛮简单的，因为 Google My Map 其实它是一个简单易用的一个服务哈，它可以让我们在任何这个地点绘制或加入地点或绘制形状，那也可以搜寻地点储存在上面，然后用试算表来建立地图哈。那我这边其实最简单的用法就是我们只要点选这个建立新地图的功能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这个点。然后点上去以后呢，就可以在里面做相应的标注，那这是最简单的使用的方式。那进一步还有更复杂的方式，这边就欢迎大家再去找相关的资料。那因为那个方式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比如说用 Google Spreadsheet 去存很多这个坐标哈，那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甚至可能需要程式的介入。那这个地方就让大家再去寻找。那图片拍照上传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使用群众标注这个服务。那可以看到这个服务打开来以后，它其实这个界面就很像手机，下面有三个，一个是资料集，资料集的部分呢，如果需要新增资料集的话，可以去群众标注的Facebook 社团里面去提出需求，那会有人来跟你讨论这个里面的东西要怎么做处理。那再来呢，是拍照上传跟照片标注的部分。拍照上传就是呢，你点了以后呢，其实你可以很快的使用手机在现场做相应的拍摄并传上去哦。那授权会是 CC 里的授权哦。那照片标注的部分则是呢，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呢哦，有很多人可能在家里面没事做很无聊，我想帮忙，他可以上来看你拍的这个照片到底合不合理或 O 不 OK 哦，来帮忙做这个标注哦。那再来是沟通与协作，毕竟我们是一个协作共笔，所以我们需要跟大家一起来沟通跟协作。那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多使用 GDMV 的 Slack 里面的 General 频道，
如果想要发起一些新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里面先把东西讲出来，然后有大家有兴趣的就会加进来一起做协作哈。那当然也欢迎在 GDV 的后勤中心这个GDV 的Facebook 的 group 里面去做提出，那大家也会一起来帮忙做分享，让更多人看到。那在这个导贡献者过程中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心法哈。首先第一个呢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哈，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说我自己要把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完整，我再把它丢出来哈。我们做到一定程度觉得 OK 了，你就赶快先把它丢出来，因为大家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也都很焦虑，都在那边等着，在那边刷手机。万一真的把它丢出来呢，其实这些焦虑的人呢，就会一起加入，一起帮助你去完善这个。这个共笔齁，那尽可能保持公开透明，让大家一起可以来修改，其实是让这个共笔快速的完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那再来是呢，如果有一些事情需要大家帮忙做的时候呢，请记得工作要尽可能切分成小的工作，让大家好上手易完成。那这样子呢，大家很简单就可以做，甚至可能一做做上瘾，那这样子呢，事情就可以更快速的完成。那最后呢，则是让贡献者要有成就感啊，因为我们做事如果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成就感。那我们怎么让大家可以有成就感，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像这个是子瑜的这个防疫蔬菜箱的这个共笔，它就提供了区域，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签到。那另外一方面，签到以后呢，大家也会看到说啊，原来是这些人在这边贡献哦，也让这些贡献的人感到与有荣焉。那当然呢，有人来贡献，也会有人来乱。来乱的人该怎么办呢？那子瑜在这个蔬菜箱里面的经验就告诉我们，这个善用编辑记录和还原哦。那像这种不管是 HackMD 或 Google Document， 其实它都有版本控制的功能，你可以把它还原到正常的时候。那其实乱的人乱了那么多，一键就还原了，他就会觉得那没那个意思哦。那另外呢，有一些这个栏位呢，你可以开放跟把它做锁定哦。有些可以修改地方可以开放，但其他地方呢，你可以把它锁定起来，哦，让大家不会意外去变更它。那进一步呢，也可以用表单的方式来让大家透过表单来做填写，比较不会直接在这个上面改坏东西哦。那最后宣传的部分呢，其实像是请 KOL 帮忙分享。或是在巨音乐频道，或是 PT，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就这个懒人包适合的这个面向呢，在这个地方做宣传。那当然也可以，比如说我们贴去这个媒体及时更新的这个聊天区里面，让大家可以看到，或者是在关心议题的这个 PT 的文章下面，也都是很不错的地方。最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如果你开了共笔，大家一起来改，它很多时候不一定改得如你所愿。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要跟大家协作，就要放下我执啊，学会有些东西去不要太坚持己见，不要坚持这个东西一定要怎么改。有时候看着别人改，哎，别人的想法也许也有他的道理，让大家众人的智慧一起在这个地方成就，他有时候做的反而比我们自己做得更好。那再来分享几个案例哈。首先来分享我自己参与过的案例，是2014年的高雄气爆事件。那当时候是2014年的7月31号晚上，高雄传出了严重的气爆事件哦，在前镇区跟苓雅区多处都出现了气爆的事故。那高雄市政府它其实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就启动灾害应变中心，并在二圣医院设立紧急医疗中心，五权国小设立前进指挥中心哦。那当时候初步研判其实是跟丙烯液体的异常有关呐，然后他们有发现这个气体。有异常的现象，那其实这个共笔当天晚上就马上开出来，因为发现这个状况真的蛮严重的。那8月1号早上，就第二天早上，发现已经有22个人死掉，然后270个人受伤。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先停一下想一想，如果你在那个当下那个凌晨发现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会怎么样来整理这个共笔？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在心里面想一下，然后揣一下。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首先我会先问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这个共笔是要给谁看的？他们又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资讯呢？哦，首先呢，其实是有不同的角色，第一个是伤者的家属，伤者的家属他们会需要知道人在哪里，哪里可以找到人，哦，那他被后送到哪些医院去了。那受影响的居民会想要知道，哎，我家哪里是受到影响，而我家停水停电了，这个哪里会好？那我家如果被
受到了冲击，那我需要协助，我需要找哪里，或是我家没办法住了，我有两个地方可以收容我。那想帮忙的人可能会想问说，哎，现场需要物资吗？或者是说，哎，我哪里我想要去现场帮忙，哪里可以当志工？那一般大众呢，可能进一步是想要知道说，哎，现场状况是什么？那最新的资讯在哪里？我怎么知道第一手现场状况？那进一步呢，我自己坐在电脑前面，我可以帮上什么忙？那我们来看，就是当时候做出来的共笔，这是使用 Hey Folder 做的界面。那当时第一页其实就是救灾地图，让大家一目了然看到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这是 Google My Map 的版本，那也提供了 UMap 版本。然后呢，因为现场随时可能会气爆火警，所以提供了一个回报系统，那也让大家知道最新的进度。那当时候的一个服务 TimeMapper马上就做了这个高雄气爆时序图，那因为跟这个丙烯物质相关，所以也放上这个相关的知识。那现场最新状况马上放在下面，包含公告啊、网友回报区啊、然后物资收容啊等等救灾资讯，或医院病患资讯、伤亡公告名单等等。那这个地方的网友回报区这个地方呢，有特别标注，大家要说一下消息来源是什么，不然不知道东西是不是可信哦。好，那提醒大家注意。那这个地方有个特色是这样，就是因为 Google Document 如果太多人同时编辑，其实它还是会卡住哦。所以呢，需要编辑人才点选这个网友回报去做编辑。那另外呢，它会分享成网页，在上面的这个 Read-only 的版本呢，它会是一个网页的方式让大家来看。那往下呢，就是如果你受伤了或怎么样，这边有救护区、消防电话统整，那如果受到影响的话，这边有免费的住宿地点来帮助大家做住宿。那下面是志工的资讯，志工资讯就是说，哎，如果你想要去现场当志工，这边马上就有这个各类的志工召集。然后呢，这边有官方的机构公布的相关的资讯。那如果想要看新闻的话呢，如果乱找不一定找到新闻台，所以我这边就把相关的新闻台放在这个地方。那 PTT 有相关的资讯回报，然后比较整理的放在下面。那相关的影片呢，也放在下面来帮忙做整理。好，那这是当时候整理的这个东西。那另外呢，这个也未必一定是这个形式，像俊林一宅在家买菜共笔，这个是子瑜发起的这个共笔呢，它就是一个以 Google Spreadsheet 呈现的一个模式哈。那里面各用各不同的分页呢，来呈现不同的东西。那这个共笔会出现，其实是因为在 COVID-19 期间呢，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哈，家里面有一些长辈他们会习惯去菜市场买菜，但我们也都知道去菜市场其实是很容易被感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他们想买菜，如果可以透过线上购买的方式呢，其实可能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呢，因为大家不容易去买菜，所以很多农夫他们的生计受到影响。那透过这个买菜共笔呢，直接线上购买，农夫直接购买农夫的东西呢，其实也可以帮助这些小农夫呢，继续维持他的生计哈。然后就除了我们自己方便拿到东西，也帮助农夫哈，所以真的是一举两得的事情。那这个共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发起的。那像大家刚才看到的签到区就是在这个地方哦，贡献者自由签到跟留言区。好，最后呢，其实这个几个案例看完以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我们重点。我们做这个共笔呢，其实就是希望让焦虑而想做什么的人，有一个更容易行动的一个方向。让他们的焦虑呢，能够化为线上协作的这个动力，来完善相关的资讯。那这些资讯呢，就能够帮助真正需要的人获取可能需要的资讯，然后也帮助大家去看见自己啊，真的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让众人的智慧可以结合去帮助到更多人。最后呢，也帮助到大家一起来厘清真正的问题所在，然后找到下一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那最后呢，这边要特别感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中，我参酌了大量子瑜之前的演讲，那我也把它用 reference 方式附上来，也感谢刘哲伟在 GDV 的这个 Slack 频道呢，给我很多建议，那也感谢所有曾经参与过的 GDV 的没有人们，谢谢你们。好，那毕竟是一堂课，那这边我这边也指派了一些作业，那欢迎大家自己来尝试动手看看哈。那这个作业呢，
做完以后呢，我会来帮忙大家看，也会给大家一点建议。我觉得要问大家的是，我们都知道，台海战争其实是，很可能接下来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但也是一件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果台海战争爆发了，请问为了应对，要开设共比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规划共比呢？那你可以把你会规划的方向想好以后呢，用一个 HackMD 来做呈现，里面呢就用大标、小标跟说明的方式呢，就像 Bookmod 一样呢，用大标是你可能这个页里面是什么然后里面做一些说明，说这个页面里面会放哪些东西，然后可能会标注什么警语等等的哈，告诉我你的规划大纲。那把这个 HackMD 提供给我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再会做这个批改的方式，然后也会给大家相关的建议。好，那我课程就到这边，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能够在里面得到一些，能够有一些心得或者是有一些收获，谢谢。